换个方式要你嘛正些。唔知讲你自虐狂还是被虐狂？两个明明互相有意爱啦，硬不爱做伙啊！我来生气，无啥物偷偷爱你哦、喔。真正是上海无爱白，无上海看个老虎，也假。所在，唔就是你甲小婷结缘婚的所在。上卡徛伫遮，闻着草地芳味，我就想着迄天小婷穿着婚纱对我笑的模样。后来，伊亲手替我把鞋仔穿起来，让我感受着伊对我的疼惜。阮两个人经过这么侪风风雨雨，总算伫个这么水的所在，用象征性的仪式宣告永远的承诺。其实我现在眼睛看不太好，因为看不到眼前的风景，小婷的模样颠倒会更加清楚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你现在是单纯在怀念父亲，还是调羹讲的大家？欠我忏悔，当初我不应该闹场。你敢会想想这？其实不管你敢有来闹场，对我跟小婷来讲根本都无差。阮两个人早就互相约束啊，就算讲你可以用更加强力的手段来对付我，我也会把当作是一种祝福。既然爱情这么坚定，现在现在无勇气面对江小婷。这个暗暗的，到底是要带我去倒位啦？这是什么所在？你不是希望咱的婚礼会当较低调的，所以哦，我找真久才找到一个简单公开的所在，要给你一个惊喜。我相信哦，你一定会真介意。高了 ，surprise！ 小婷的三件提没来，那也真多好。阿姆哥，你刚才无看到思瑶？阿姆哥，小婷的思瑶真正真了不起。小婷。小婷，你想断了，小婷。喂，小婷，你想断了，小婷。妹妹，放不掉。
张小婷和孙建廷都要来过家，他们都并没看到你，你今晚已经走。小婷没回家。小婷。我真介意，因为这个所在是我当初跟死要举办婚礼的所在。建廷，我拜托你，我不想要再跟亏欠不尽头的关系啊！等我这个所在举办婚礼会用的吧？甚至我无爱婚礼嘛，不要紧啊，咱安尼公正就好啊！我拜托你了不？我不会在这，我不会在这办婚礼，我拜托你啦，建廷。你一看到这个所在，反应就这么大，可见你心内也未准备好。你也是无多接受别人，对吗？既然你还是放袂落，连拄到一点仔过去的代志，拢会当乎你听到安尼，是安怎？现在你可要接受我的求婚？其实我知影，对你来讲，我只是你感情的一支父母。你为着我和家己在痛苦当中饮食，所以只好把我抓掉。你敢知影？人哦，若伤过悲伤，往往会变成甲悲伤无愿意变成的模样，会变成一个无法度去爱任何人的人。你为着我和你的亲人、甲你的囡仔失去你，你再想尽办法，要把过去的代志拢放互袂记。就算讲最后你还阁活咧。要不过你的心嘛早就已经死了，你知影无？好，我承认，我到今嘛，我心内内底干啊，永远是需要一个人尔，我较是舍利用你。你免跟我费这个啦，我讲过啊，我愿意做你的父母。就算讲你考完以后就跟我放生，我嘛甘愿。哎，要讲哦，我反倒想拢想袂到，我辛辛苦苦找到的所在，竟然是以前你甲方医师。来这拄好啦，反正哦，这是有人讲的。命中注定，不要紧啊！咱当先卖举行婚礼，我会接待。等到你准备好一天，多谢你。谢。你免跟我费心嘞，嘛免跟我说多谢。好啊，咱来等。好